不要跟我开玩笑，胖苏，胖苏，把我系上。好，好了吗？等一下，快点，还没好啊。 真好，房东先生，该吃饭了。房东先生，哪来的房东先生？重叫。那就，室友。有错。 应该叫男朋友，好美啊！是挺美的，怎么一个人待在外面？ 透口气。是啊，这种宴会是挺无聊的。怎么，你也有心事？对啊，我们家保姆离家出走了，说好3个月回来的，现在却迟迟不见人。 你是我们公司的员工吗？我不是啊。
唐素，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我走。干什么去啊？你还记得教我跳的舞吗？我学会了。 小姐没事吧？别怕，小姐别怕，我们就是想问问你来干什么的。你没事吧？你这个死胖子，你就是敢打我，你信不信？耗子也是你叫的，胖姐，老板怎么来了？ 以后大半夜别一个人跑出来。哦，做任何事之前要先跟我说一声。嗯，遇到危险要及时大声求救。哦，老板，谢谢你救我。刚才那两个人为什么要追我？你见过哪个住高档别墅区的大半夜买菜？可是晚上6点以后菜打七折啊。熟。不好意思啊。第6条。 不准触碰老板的身体。明明是你在触碰我的身体。老板，我会不会太重了？你行不行啊？男人怎么能说自己不行啊？那你为什么越走越慢？有吗？